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，我是二级研究员杰西，我爱上了体验者爱丽丝，现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被强制要求撤离了，而我没有办法带她走，因为安保部门会击杀所有被发现的感染者，我只能将她锁在我的办公室，用设备维持她的稳定状态，门禁密码是1314，希望有好心人会替我去看看她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
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术解除。程程解得厉害。去死吧！也许可以找到开关，应该有办法的。别挡道，够了！再来，小心脑袋。
信。丑八怪，呸！讨厌的家伙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开完会之后把门卡放在桌子上就行了，别塞到柜子里，不好找。还有控制室地板昨天有人反馈说裂开了一道缝，带人去看看。就这些事。